没事。 没有验过尸，怎么，连王爷都不怕，还怕这个死人？小心，尸体上的血会过毒。多谢王爷提醒。 吃吗？为什么不要呢？他染的是什么毒？王爷，小人还需要进一步判断。王爷，您能给小人描述一下云想月毒发前后的症状吗？ 刚开始的时候，他还十分正常。一盏茶功夫后，他便口吐鲜血，倒地而亡，并且周身都渗出了血液。那王爷跟他是否有接触？他倒下的时候，本王扶了一把。王爷，可否让小人再探探您的脉象？ 昨夜小人就觉得王爷的脉象十分奇怪，体内有两股气是互相焦灼的，可不知为何，却又气血翻涌，经脉紊乱。王爷，可否方便告知小人您的过往病史？王爷中过渊螺。渊螺花。 却又活了下来。小人记得这个渊螺花是没有解药的。
只有很多疑惑，此刻便是真的明白了。这毒是下在衣服上？正是，药涂于衣物，渗进经脉。但这不是毒，而是一种叫做还阳散的药。还阳散？嗯。还阳散是世间滋补之药，涂抹于鼻息便可起效，阴气大补，寻常人吃了会气血翻涌，而女子血脉纤细，撑不住气血，便会经脉爆裂而亡。你既然知道还阳散，可知道还阳散出自何处？配制还阳散的原料都非常珍贵，尤其是主要原料制仙果，一穗也仅能得十枚左右，而且还阳散的配制难度极高，十之五六会有折损。能经得起这般损耗的，恐怕只……你是说，他出自于太医院？小人不敢妄自揣测。赦你无罪。小人以为，这下毒之人心思缜密，而且十分了解王爷的病情。他知道，若是下一般的毒，则会被王爷体内的血沉丹所消解。还有一个蹊跷之处，小人不知道这云姑娘为何要换了侍女的衣服，而这贼人要取云姑娘的性命，亦不会未卜先知，把药事先涂在侍女的衣服上。所以小人怀疑，是那贼人事先买通了侍女，做了手脚。王爷，您可提侍女来审。那侍女昨夜被人灭了口。灭口？王爷，小人身家清白，无意卷入风波。小人若真想害王爷的话，昨夜不管王爷便是了，还免得。王爷，在小行宫事发那晚，何心就已经开始调查这穆卓华的身份了。念，穆卓华，怀州人士，江南首富慕容的庶妻女，原名穆琪。这姑娘胆子太大了，竟然改籍换名。其父慕容，妻妾成群，子女无数。其生母顾一笑原是青楼女子，在妻妾中排行第三，早逝。如果是这种家庭和出身背景，那她不怕声名受损，住在花巷，倒也可以理解了。菊丽啊，嗯，其实昨晚我在小秦宫碰到定王殿下了。等会儿，过来。这信上说，他在府里的外号叫书呆子，
平平无奇，20年来从未出过江南，此番是他第一次入京。这慕容前些日子刚娶了第18房小妾，在这般环境下还能把书读好，还习得一身医术，实属难得。小姐，你这一晚上就干了件这么大的事儿啊？这事儿大是不大，我只是担心，我担心咱们以后不会像现在这么太平了。那小姐的意思是咱们彻底惹上定王殿下了？可不是吗？那天晚上我除了装傻别无他法，他虽然中了药，可是杀我还是有余力的，所以啊，我就想尽一切办法救他一命，就是希望他还能有点人性，也不至于说卸磨杀驴。那小姐你今日还自投罗网？这云想月死了，我不能暴露定王殿下，就只有暴露我自己了。所以啊，我就拼了命的展示能力，表示忠心，因为装傻也没用了，只能让自己看起来有点用处。哎，小姐，那咱们现在算安全吗？只要这个定王殿下能确认我只是无意之中入局，那我想咱们这小命算是暂时保住了。穆奇用穆卓华之名以乡试乙榜第25名考中举人，连他都能考中举人？这个名次不显山不露水，按照他的本事应该可以考得更优，他只是不想张扬罢了。王爷，此女颇有心机，只是不知她的心机到底是为了自保，还是为幕后之人所用，尚未可知。哎，你还记不记得当日进京的时候，我就跟你说，我总觉着这个定王殿下好生古怪。我记得读书的时候，商老师曾经与我说过，说定王殿下功高震主，若非5年前大败伤了元气，这朝中肯定很多人现在是眼中有定王而无陛下。可你知道吗？咱们这个陛下一直是体弱多病，他膝下有3位皇子，一个不服一个，所以定王殿下必定只有谨慎行事，低调作为，方是上策。但我就搞不懂了，那日他如此大张旗鼓的回京，是做给谁看了？不过他说的倒也颇有道理。你是说哪一种？他说下毒之人非常了解王爷的病情，对王爷病情了如指掌者又有几位？此事尚未查证，本王心里边有数。你去找赵院士查一下穆卓华所说的还阳散，务必要查得水落石出，且切记声张。还有，让直墨继续盯着穆卓华。是。手脚都麻利点啊，好好干。哎，好嘞。慢点。来了来了。今日啊就是寿宁节了。陛下千秋普天同庆。每年大宴之后啊，陛下都会微服至定王府来与王爷小酌。去定好了啊。哎呦，你们两个呀怎么毛手毛脚的呀？啊，非要我这把老骨头亲自动手啊。哎，好好干。啊，好。多喜庆的日子，可这府里连个能主事的女主人都没有，全靠我这把老骨头。好好干啊。Thank you.
定王殿下交锋这件事，那绝不后悔。万一能被他看中了，那可是一步登天啊！小姐，你说这定王殿下也太抠门了吧？您都救他命了，他还不给您诊金？别胡说，咱图的是定王殿下那点诊金吗？那图什么呀？图貌啊！郭居立，你这胆子不小啊，还敢让你家小姐我图定王殿下的貌？那不图诊金还不图貌，那小姐图什么呀？我跟你说，图的就是万一哪一天这周管事真要找到咱们，那定王殿下能拉咱们一把吗？哦，小姐说的对，那您可得小心点。没事，这一带是皇城，再往前你看那就是城楼了啊。亮太也不敢当街抓人。陛下登城了。小姐，你看，还有帝王殿下呢。陛下登城楼了。知晓我病情的恐怕也就是皇家重人。皇帝啊，每逢这万民安乐之时，朕就感慨，幸好你还在朕身边。陛下，这是您的福气，也是万民的福祉，即便没有臣弟在，也一定会有人帮您完成您的理想。你瞧瞧，老是把何该给你的好处往外推。臣弟才向陛下请赏，陛下便如臣弟的愿，重开了天下女子恩客。这份赏赐，臣弟可没有推之在外。皇兄，你是不是想念柔嘉了？娇娇是个让人心疼的孩子，她自幼丧母，又不是在朕身边长大，后来回到定京，这好不容易找到真心喜欢之人，却又天人永隔，这定京成了他的伤心地。自他去了江南之后，我们父女已经五年未见了。柔嘉确实有过人的坚韧，即便这些年都没有走出情伤，也没有让他一蹶不振。朕知道，如今他的积善堂遍布全国，民间都赞他。神女回来了！神女，神女，神女！神女，不孝女回来了。回来就好。你这狠心的丫头，皇祖母日日盼着你，可算把你盼回来了。皇祖母，孙女回来了。见过母后，见过皇兄。哎，小姐，他们为什么都叫那个姑娘神女啊？那可是柔嘉公主，是陛下最喜欢的女儿啊。五年前定王殿下在拒马河大败，其中有一个人也战死在沙场，那就是公主的未婚夫婿薛孝堂将军啊。那不是天人永隔了吗？薛将军死了以后啊，太后想要给公主重新选驸马，但是公主执意要为薛将军守节，一心不问风月事。她回到江南以后，重新去经营济善堂，
救助穷苦百姓，心系寒门子弟。哎，我在怀州的时候还见过公主呢。啊，参见公主。本宫今日前来是代表积善堂向莫老爷表示感谢。莫老爷人心仁德，此次洪灾出钱出力，我也可以出力。好啊，做人就要有志气，咱们一起帮助灾民，多一个人就多一份力。今日我们也算是一家团聚了，娇娇，随父王一起敬谢这天地。女儿遵命。愿天清地宁，人灵谷盈。黄宇宙洪荒，哎，小姐，那边有糖葫芦，我想去买一个，别走远啊。嗯。七小姐，你可真是让我们好找啊。干什么？哎，敢当街抢民女，还有荒唐吗？荒天化日怎么回事？诸位，请听我说啊，此乃我家未过门的小妾，是逃跑出来的，我只是要带她回去好好管教管教。回家吧。你胡说，我们家小姐清清白白，和你们一点关系都没有。七小姐，你们穆家收了聘礼，却不把女儿嫁过来，就算告到衙门，也是我们有理的啊。诸位，这是穆七小姐的更贴，我今天凭什么你单独去找皇叔？三弟，怎么跟大皇兄说话呢？大皇兄，你这火气也着实大了些吧？你给我住嘴！猜对了。爷，哎呀，姑娘真是才女呀！稍等啊，稍等。在哪儿呢？那边找找。狡猾，说谁狡猾呢？
你府上的十段香，不知道朕今日是否有幸尝到。这是两位姑娘猜灯谜的彩扣，来。姑娘先挑一盏吧。那我就不客气了，谢谢。哎，好。去哪儿呢？去那边看看。姑娘可真聪明，公主才是当之无愧的才女。你认得我？城楼虽远，但是公主的身姿过目难忘。况且，在我年幼的时候，还受过公主的教导呢。那真是太有缘了。是在江南吗？公主，您记起来了。非也，只是听你的口音，应该是江南淮州一带的。我是延州人。那定是我记错了。母亲小姐，竟然攀上了柔家公主。撤吧，再想办法。姑娘，你看我站在这里的时间，足够你解决问题了吗？公主，您知道小人是在利用你啊？知道，但没关系。如果站在这儿就能给你解决麻烦，我是愿意的。不知姑娘还有别的困难需要我帮忙吗？公主，您真好，难怪大家都叫您活菩萨。您明明知道小人是在利用你，居然还如此护着小人。人生在世总有难处，如何是利用？小人想好了，小人一定要考进贡士、进士，然后再入朝为官。这条路，小人一定要努力走下去，绝不放弃。没想到，你还是位女举人。嗯，真是了不起。明日恰逢文征楼文会，你可有坐席？文会。没有。既然要参加恩科会试，怎能不去文征楼？小人为事所困，不敢走动。重开女子恩科以来，这女举人可谓少之又少。本宫同为女子，也只能为你这位萍水相逢的女举人做这点事儿了。明日你可去文征楼，提本宫名号，自然有人带你进去。多谢公主。真的没事了？没事了，没事了。公主慢走。小姐，刚才公主都说要帮你了，你为什么不答应啊？菊丽，这人心都是肉长的，公主她这么好，我怎么忍心再利用她？那咱们还去文征楼吗？文征楼，去。皇兄，哎，最后一杯。太医说你不能多饮。还说我呢，皇兄。哎，好，听你的。哎呀，娇娇从江南请来一位号称江南圣手的神医，真是难为他了，还惦记朕这一身顽疾。还有你这个惯爱逞强的。又想多了不是？朕的这身病啊，不怪你。
你是朕最亲的弟弟，难道要朕眼睁睁地看着你去死啊？若用臣弟一死，能换皇兄的健康长寿，换取我南陈国泰民安，臣弟愿意死。胡闹，什么死不死的，你要好好活着，朕还需要你呢。臣弟明白。云想月的尸首居然被定王殿下带走，远程的指使他们似乎有了心情战。暗愤的当个富贵闲人不好吗？非要东奔西跑。五年了，真让他翻出花来了。云想月那儿让他逃了一次，这一次可就没那么容易了。是。这个，王爷，要让这周管事把穆卓华带回去吗？他知道还阳散，不能离开定京。那咱们要放了周管事？他也还有用。听说明天穆卓华会去文征楼，因缘际会。那就都有用了。文墨岭风骚，笑谈古今事。文征楼，居丽，这是哪几个字啊？怀州的文玉楼，五柳蹴鞠，天下一绝。就知道吃，走吧。小姐，好多人啊！走。嗯。文征楼内不拘身份，以文论道。在会试前后啊，更是广聚天下才子，六路学子企图让自己的才名响彻定京，来获取权贵的重视。这科举取士虽说要以考试为主，但是啊，才名的加成也是少不得的。小姐，他是在做什么呀？要出题了。那还有个酒坛。那是文坛，文征楼的掌柜请了定京最负盛名的文坛大家们匿名出题，题目都放在那坛子里，每日的这个时辰就会从文坛中抽出一题，由在场的学子辩论，胜出者便可将名字写在那文榜之上。你看那上面，沈惊鸿正，那个正字表示他胜出了五场。五场也不多嘛，只比第二名多赢了一场，可是他六日前才到的定京，这每场皆赢。对，诗词歌赋、经义策论，每场皆赢，无一败绩。好厉害！对啊，这今年的状元呀，怕是非他莫属了。养虎为患，这题。这做何解啊？走。养虎为患，去吧。您好，请问柔嘉公主可有定做？客官贵姓？鄙人姓穆。啊，那便对了。柔嘉公主今晨便派人交代过，只不过临近会试，包间早早便被定出。
掌柜的给您留了一张外间的桌子。啊，如此便好，如此便好。穆学子，请随小人来。嗯，请。走。都安排好了。好。请。穆学子，谢谢，这就是给您预留的位置。好。小姐。小姐，柔嘉公主还真是办事万分妥当之人呢。嗯，那可不是，所以她才那样令人敬仰。你看南辰，有谁说她不好的？嗯。哎，对了，小姐，你刚才不是说杨明吗？怎么就坐到这儿了？你看，今日这道题啊，嗯，来意不善。不就是养个大老虎吗？怎么就不善了？这问题啊，就出在这个虎字上面。皇叔，您竟然将自己作为题眼。怎么了？有什么不可以？我就是不喜欢别人叫你虎。那叫我什么？狗？不了不了，那还是虎吧，至少威风。只是那些视您为虎之人，是多想要南辰皇室内部征伐。难道我们这些人便不能有天理伦常，胸有地宫吗？他说下毒之人非常了解王爷的病情，对王爷病情了如指掌者又有几位？难。怎么难？我对皇叔你不就很真吗？你不还有两个弟弟吗？那先听听别人怎么说吧。好。养虎为患，重点就在于是谁养这头虎。是陛下还是三位皇子？这题出的言浅意深，实则啊是在试探民心呢。小姐，为什么就跟陛下和三位皇子扯上关系了？因为这头虎啊，它分明指的就是定王殿下。大魔神啊！他是北凉的大魔神，却是咱们南辰的战神。可是南辰的战神，于某些人眼中，那就是功高震主。嗯，定王殿下那么可怕，像虎，还是头大老虎？